皇上，他们坚持不了几天的。调动三路绿旗兵马，直插太湖，端掉莲蓬党窝，活捉首领陈邦国。这样，围攻三个府城的流寇兵马不攻自破。皇上，这陈邦国可是陈阁老的公子啊。皇子犯法，不是与庶民同罪吗？何况他一介公子。李卫，臣在。集合各绿旗总兵，整装待发。这，微臣这就去办。国公子出事了，是不是造反了？是不是袭击皇上的行在啊？莲蓬党会同红花、白鹿二会，正在攻打绍兴、台州、金华三府啊，人马还不少。听说两江总督府派出三路人马要去围剿。皇上跟太后有消息吗？还在杭州行宫啊。还在杭州啊。老爷，您赶快写封信，责令公子马上回府，这就没事情了。仁皇帝不是有诏书吗？孽子啊，孽子啊，攻打朝廷，骚扰百姓，我陈元龙怎么生了这么个不忠不孝的孽子啊？老爷，这是家门不幸。陈庚啊，你说老爷是不是愧对朝廷，愧对江南百姓啊？老爷，您赶快写封家书，责令公子马上回来，这就没事了，否则的话事情就不好办了。他要是早听我的话，就不会如此了。那只好让公子先回来，老爷您再慢慢开导他就是了。老爷，皇上，老夫只是担心他对他的亲弟弟邦国下不了这个决心呢。不会吧，皇上人在杭州，两江兵马已经调动了，皇上岂能不知啊？老爷，您赶快写封家书，公子就回来了。好，今日叫人准备一匹快马，让家人等着。老夫写封信，派他送到两江总督李卫大人那里，转呈皇上。这就更好办了。快去吧。大学士陈元龙，历任高官，为大清繁荣昌盛鞠躬尽瘁，功高如山，今辞职还乡，江南各府官员不得以任何借口骚扰臣府。知元龙者，仁皇帝康熙也呀。
举红利者，我陈元龙，哥老。老爷，老爷，马备好。好，陈哥，你待会儿到祠堂准备香烛火土，我要去参拜列祖列宗。啊，好，我这就去，这就去。臣谢仁皇帝皇恩浩大，圣谕世代庇荫臣，然。臣觉长此以往，臣氏后代有不谢者，不是国法典章，恃宠而骄，危及江山社稷，亦危及臣氏一门数代忠良生。臣氏家人系大清臣民，海盐故宅非避难之所。臣将仁皇帝圣诏奉还朝廷，凡臣氏一族触犯王法者，朝廷必以王法论处，方能确保陈氏后代立于世，信于民，忠于国，绵延长生，廉洁为人，无愧沧桑。陈庚，哎，送到两江总督李卫大人那儿，请他转呈当今皇上。老爷，别多问了，去。是。启禀皇上，绿旗军三军均已到位，总兵们都在整装待发，请皇上下旨出征。好，朕知道。朕再想一想。该如何进攻？进攻何地？啊！你们先退下去吧。这。老臣斗胆认为，皇上，你是在访学圣皇祖康熙爷，恩泽天下，然后流芳后世。宁可把自己降到一个文人居士的水准上去观看朝政，皇上不平庸，又有何作为呢？还有，冲击浙江巡抚衙门。杀千总，掉了庄大人的尸意，那都是帮国而干的。夫人知道这个祸呀，闯大了。皇上，能不能网开一面，饶了我们这个不争气的儿子呢？国法、亲情，都这么。折磨朕呢，皇上，阁老大人让两江总督府转呈给皇上的，是这个木盒子，你打开吧。好，皇上，什么？阁老大人把仁皇帝给他的诏书送回来了。阁老大人一定知道。朕围剿莲蓬，活捉陈邦国的消息，是否生朕的气了？皇上，还有一份奏折。阁老大人，心系朝廷，大义灭亲。
皇上，那就下令进军吧。末将叩见皇上。诸位将军，平身吧。谢皇上。扫荡莲蓬流寇，保一方百姓安宁。朕将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们了。但是，朕要提醒诸位将军，一时出征不可滥杀，流寇聚众，其父母妻儿依然在乡间翘首以盼。因此，朕要求你们严惩头领，少杀喽啰，避开恶战，驱敌为主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好，那就出发吧。是。李大人，来。李大人，现在兵发太湖，声势是声张出去了，而莲蓬贼首很可能会直接偷袭孤山行宫。他只要抓住太后老佛爷，或者把刀架在老佛爷的头上，朕是空有百万大军，不得相救啊。皇上，可否请老佛爷提早回銮？不不，老佛爷正在兴头上，不要扫了他老人家的兴致。再说，泱泱大国，百万将士，保护不了一个皇太后，岂非贻笑大方啊？不要再叫绿旗军马进城了。让那两江总督府的兵将调到孤山行宫外，乔装成平民，悄悄戒严巡逻就是。啊，还有，庄有功让朕给砍了，你带朕修书一封送到吏部，速速派员来接任。卑职这就去办。去吧。这。皇上，我们还是回行宫去吧。朕坐镇这儿，反倒是老佛爷可以高高兴兴地游他的西湖，看他的戏，不要把军情一丝的烟火味儿带到行宫里去。臣明白了。老爷，张廷玉、张大人不在。本王爷在这儿不行吗？你是哪儿来的？内务府。老爷，这您看看，这是内务府幕僚们写的一封匿名信，送给军机处的。我们找的就是王爷您的。哦。和亲王等人盘仓查库，敷衍塞责，和亲王捞了20万两银子。大呀，这可是大事儿啊！皇家的事儿，也只有14王爷您才管得了。您立即向皇上禀报。哎，听说江南三州府流寇闹事还没平息呢，这要是再给皇上带上这不好的消息，让皇太后看看啊！他不是威风吗？他怎么生了这么些个不中用的王子？啊，是是，王爷说的对。驾驾驾驾驾驾！想死我了！站长，站长们，叫什么名？干嘛干嘛？不对，快走，快走！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轻点，不上轿。皇上，别声张。一日一到大堂里听条就是。哎，最后最后，皇上到了啊！最后，姑娘们，皇上，皇上，请来贵客了，姑娘们，好好说话。好。啊，对，皇上。姑娘们，绿旗营3万兵马，已奔太湖而去。那就去吧。今日要在此好好乐一乐啊。尔等戒严守备着，撤！撤！撤！哎，吃饭，跟我走！好好好好！哎呀，吃饭呀！好好好，去吧去吧，走走走走走！哎呦，我想死我了！走走走走！
面住的是我高贵的母亲，近在咫尺，一层窗纸就隔断了，隔断了母女亲缘，今生今世都不得相认。女儿知道，把女儿送出雍王府的，一定是父亲的主意，而绝不是母亲所心甘情愿的。可是，女儿与人一起杀了父亲，你能原谅我？老佛爷，哎，您走好了。哎，这西子湖的景啊，晴天看一个样儿，雨天看又是一个样儿，白天看一个样儿，夜晚看的又是一个样儿。哎，真是啊，满目美景，看不够哦。那是那是，要是看够了。还叫西子湖吗？得了，小笨嘴。哎，老佛爷出了上联了，你对下联吧。那还不容易啊？那你对呀，别人就怎么会呀？奴才对了。老佛爷，和老佛爷出的上联是什么呀？哀家。再给你说一遍吧。哎，满目美景看不够。哦，你对呀。是，哎，咋看都是一壶水呀。什么呀你？不行吗？这不是挺好的吗？一壶水嘛，不就是那么回事儿吗？老佛爷。您才高八斗，万人敌眼，奴才一个小笨嘴，哪能跟您比呀、啊？是不是？哎呦，谁呀、啊？小的是赵将军派来保护太后老佛爷的。哟，讲话细声软气儿的，像个娘们儿。长得还挺秀气的，老佛爷。赵将军怎么派了一个娃娃来守护您呢？哎呦，你可怎么敢打我呢？你老佛爷，他放肆！哀家身边的人，也是你能打的吗？老佛爷，我是让他明白，我是能够保护太后老佛爷的。好吧，你就好好的守着吧。要是让哀家满意了，回到宫中，你要什么我赏你什么。这，要是你守护不好，老佛爷让赵将军打你20大板。小笨嘴，这当心老佛爷撕烂了你的嘴。这。老佛爷。您回来了，奴才把您要的热水都准备好了。是吗？来啊，把那个娃娃样的侍卫给我送到寝宫来。这，哎，你进来。小的叩见太后老佛爷。别装了，姑娘，把你的帽子摘下来，让哀家好好的瞧瞧。摘呀，怎么不摘呀？进了屋子还戴着帽子干什么？你瞒得了别人，能瞒过哀家吗？
老佛爷是佛呀，他什么都知道，不管你穿什么服装，改什么名儿，老佛爷就认定你是进坤宁宫唱戏的秀君姑娘。不不不，老佛爷，不是秀君姑娘，我也从来没有进过坤宁宫唱过戏。那天底下有那么巧的事儿？人长得一模一样，这说话的声音也一模一样，这左眉梢边儿这么巧都有一颗痣，怎么不说话呀，姑娘？在坤宁宫，哀家倒是挺喜欢你的那个聪明伶俐的巧劲儿。今儿个怎么了？是跟着戏班子进宫来的？是的，老佛爷。那怎么又化妆成侍卫的模样呢？我是想护着你，老佛爷。好了，不再查问你什么了，看你吓得都不敢说话了。坐下，坐下呀。晚上不让你守护我了，也不勉强你唱几首曲子，就想跟你好好的说说话。怎么不愿意？不不不，老佛爷跟小女子说话是小女子天大的福分。坐呀，快坐呀。哀家现在有两个儿子，一个是当今皇上，一个是和亲王殿下。老佛爷您好福气啊。儿子大了，不管是皇上是亲王，他们管的是天下事，是朝中事，都娶了媳妇儿，忘了娘。虽然皇上自己也过来，也天天让皇后啊、贵妃娘娘啊过来给哀家请个安，送些哀家爱吃的东西，可是一个母亲的心灵敏感的知道，儿子们都是大男人了，他们从襁褓里出来，从学会走路的那天起，就一天一天的远离了母亲。这是男人们的狠心，可他们的母亲就不一样，还是一步不离的疼爱他。这就是天下母亲同此心肠。可有个好女儿就不一样，无论他远嫁千里之外，但是女儿的心却紧紧地连着母亲的心。老佛爷说的极是。姑娘，你出门在外，想不想你的母亲大人？生你养你的母亲大人？想。小女子当然想了。老佛爷心里想啊，要是有个女儿，有一个贴心的女儿，那该多好啊。哎，那才叫福气呢。哀家曾经有个女儿，可后来
您的格格上哪儿去了呢，老佛爷？他娶了一个他的皇额娘去不得的地方。那你还时常想着他吗？两个皇儿是哀家不快乐的时候，哀家就老想这个出了门的格格还是不是活着，都长成什么模样了。20岁的大姑娘该出嫁了吧。总之啊，挺想她的。老佛爷，老佛爷，我想他现在一定还活在世上，该长成一个讨人喜欢的大姑娘了，该出嫁了。那倒好了，哀家也就放心了。只是担心他还没嫁呢。这姑娘命大心也大，她想嫁给谁呀？哎，侄儿啊，侄儿，老佛爷，您这肩膀啊，恐怕是受了风寒，让小女子给您治治吧。真的？你还会治病？过一会儿啊，你就会舒服多了，老佛爷。你把眼睛闭上。好，今儿晚上哀家就交给你了。皇上回宫了。恭迎皇上，保卫皇上。朕，辛苦你们了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谢谢皇上。哎呀，真的舒服多嘞。老佛爷，您先别急，等小女子把浑元真气再送给你，你就更健康长寿了。你也是这么孝敬你母亲的吗？小女子也是这般孝敬自己的父母的。不瞒你说，哀家把那个坤宁宫燕王昭君的秀君姑娘当成自己的女儿了。她的左眉梢上有一颗朱砂痣，哀家的女儿也有颗朱砂痣。姑娘，你也有颗朱砂痣，怎么长得这么像？老佛爷，天下大了，人也多，长得一模一样的人都很多，何况一颗朱砂痣呢？那倒也是啊。你真的不是秀君姑娘？不是。唉，太可惜了。老佛爷，你也别太伤心了。其实，天下相聚都是一种缘分。缘分到了，人就相聚了；缘分断了呢，人就分离。老佛爷，你不要太伤心了，啊？那倒也是。上哪儿啊？朕也不熟悉，先溜溜吧。啊，先溜溜？这叫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，不殆。哦，对对对，皇上圣明，皇上圣明。哎，头，这边来了个女的。奴婢叩见皇上。免礼，免礼，免礼。头，这么闹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啊！这弄了半天，还不知道皇太后
住在哪儿？你说怎么办？我们林家更不是个事儿了。是皇上回来了。啊，平身，哎，平身吗？谢皇上，皇上，皇后娘娘不是住在那儿吗？您怎么到这儿来了？朕只是想去湖边走走。好吧，今儿这么晚了，不看了。朕去看看朕的皇后娘娘。哎，对，奴婢就给您带路吧。皇上，您走好。带路，你们去四周看看，快去找老佛爷啊！走。皇上，您上哪儿去了？外面没出什么大事儿吧？朕把人担心死了。没事儿。皇上，我想告诉你一个喜讯。太医令给我探过脉了，我怀上了皇上的皇子了。哪宫的？上哪儿去啊？爷爷爷爷爷，吆喝什么呢？这是给老佛爷送夜宵的。走吧走，这没你们什么事儿，去。天哥，干什么呢？皇上回宫，你们吆喝什么？啊，不好了，大将军，已经有一个皇上进去了。保护皇太后！快来人！好舒服，姑娘，以后就别唱戏了，留在哀家身边，好好的伺候哀家。哀家把你当亲闺女看待，怎么有福气伺候老佛爷您呢？你不正伺候着老佛爷吗？尊贵的太后老佛爷，今天晚上皇上说给你老人家换个地方住。是，跟我们走。姑娘，太后莫怕，有小女子护驾呢。嗯，你怎么会到这儿来？少废话，出去！哎，报了！报了！报了！你啊，大海！皇上，没事吧？额娘，没事吧？皇帝啊，你怎么才来呀？没事就好，保护额娘。明白，皇上。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确立一下关系才行。皇上，我应该管皇后你叫嫂子。你是谁呀？嫂子，别怕，小叔子我绝对不会伤害你。你可别胡来啊！你犯的可是满门抄斩的罪，你快逃吧，逃了就没事了。嫂子，你挺善良的嘛。逃是要逃的，不过逃的是谁，真的还不知道。嫂子，别害怕，小叔子我说过不伤害你，就是不伤害你。我只要嫂子跟小叔子我演场戏，给你们家皇上看看。啊，来人呐！嫂子，皇上。放了他，皇上。嫂子，你可别乱动，我可比你快。你把他放了。你来了，大哥，你把皇后放了。成啊，红丽，把你的大清朝也放了呀。陈邦国，你别胡来。胡乱来的
可是你已经数典忘祖了。嗯，我忘了告诉你，嫂子身上有身孕了，还挺恩爱的嘛。啊，吃着碗里的想着锅里的，你在欺骗另一个纯真的女人。红烈，红烈，别假装了，你别老假假真真的，实在点行不行？嗯，她有身孕了，她怀了朕的儿子，你把她放了，那你就更应该抛弃本不属于你的大清江山。皇上，你别急啊，皇上。别急，启禀老佛爷，大事不好了。干嘛？官兵打不过盗寇？皇后娘娘被一个装扮成皇上的盗寇给逮住了。皇上怎么样？皇上没事儿，皇后娘娘正在危难之中呢。那就让那个装扮成皇上的盗寇放了皇后呗。可是那盗寇不肯放皇后娘娘啊，太后。他不想放皇后，那他要干什么？奴才也不知道，莫名其妙啊。你们几个守护好太后老佛爷，小女子这就去救皇后娘娘。你能救得了皇后？嗯，姑娘。谢太后老佛爷。我告诉你，你的莲蓬党大营已经被摧毁踏平了，奇袭行宫的也都被官兵捉拿打退了，你现在只剩下一个人了。你太狠，你杀的是汉人，你背叛了你的祖宗。你不狠吗，陈邦国？你背叛的是你父亲的教诲，欺负的、劫持的是一个带身孕的女人。我们曾立过承诺，分道扬镳，就互不伤害。你放了皇后，我送你过钱塘江。放了他。你的帝王之心那么无常，我怎么相信你？那你想怎么样？放弃帝位。皇上，你别管我，快抓了他吧。嫂子，你别说话。你，你怎么这么对待皇后？你把皇后给我放了。姐，这事儿你别管。你赶紧放了皇后，我叫皇帝不杀你。朕说过不会加害于你。你快放了皇后啊。你姐，你怎么还不明白我的心思呢？我不管你什么心思，你把皇后给我放了。只要你不伤害皇后，朕派赵辉将军一人送你过江。皇上都答应你了，你就快走吧。哎，嫂子，你不看看你劫持的是谁？你这个混蛋！为什么要救他？我不会伤害一个有身孕的女人。啊！皇后，皇后！姐，你为了他伤我。今天
我们动手吧，陈邦国，只不过是我们手里的一颗棋子，犯得着为他拼的鱼死网破，以后再说。 你是玫瑰，你让喧哗的世界寂静，你让瘦小的生活丰美，多么想牵你手，听琴看剑看流水，江山中。